讲好不能直线的呢，怎么转弯了呢？我日！晚上好，先生，欢迎来到闲车的深夜聊车栏。今天呢，是我们第一次去评测一部已经停售的车，或者说是一辆二手车。为什么呢？那其中就有一段故事啊。早在8年前，这台车就是我的 dream car， 一直有两台大众啊让我念念不忘。所谓是念念不忘的，就必有回响，对吧？一台是236，另外一台呢就是今晚的主角，高尔夫220。我记得8年前啊，我到进口大众的这个展厅，对吧？那会儿的大众和今天的大众可不是一回事，店里面有不少的好车。然后呢，我就看见了一部比斯开蓝的高尔夫 R。那我当时特别特别的心动，我跟销售说我能不能试驾一下啊。销售头也不抬，对吧，告诉我没有试驾车，这车小40万呢。所谓呢六代高尔之后就没有高尔夫 R 了，这句话怎么理解？我觉得有两点。首先，高尔夫 R 对吧，它有很多特色，比如说蓝正大众到了第7代了，给你换了更时髦的一些仪表盘，但是那种机械的质感就没有了。像我现在看着这个蓝色的小指针，特别的魅惑，我就不由得想深踩一脚油。哎呀，悬架有点硬。那么高尔夫 R 对于所有喜欢车的人来说，它有什么独特的魅力？我觉得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这台车的改装潜力非常非常大。你想 EA113 这一台铸铁钢体的发动机，对吧，铸铁嘛，那就耐操。我觉得啊，市面上可能没有任何一台车可以像这台车一样对马力有那么执着的追求，对吧，500匹、600匹、700匹的高尔夫 R 我们都见过，而且很多一部分，比如说在车架上排名靠前的这些0004的小钢炮，都是用的这一台 EA113 的发动机， K04 的涡轮，对吧。其实这台车原厂已经能做到5秒出头的0/0成绩，那你轻轻松松，比如说你比较佛性，那你刷个 EJ 就能到300匹。如果你不高兴，你是个硬核玩家，对吧， hardcore， 那我觉得啊，兰博基尼也好，宾利也好，奥迪 RS 也好，他们能用的东西你都能用。换这个232那一套六缸传奇 V26，没事，放进去也可以。所以这台车给人的感觉就是你买了一个很好的胚子，然后自己不停的在下面去加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你说我们现在去买高尔夫 R 的话，基本上也只能买二手，因为8代的高尔夫 R 也不进来，对吧？那么你是买7代的高尔夫 R 呢，还是买6R 呢？对于我来说，6R 对于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你想想啊，8年前。我开着一个小车在路上溜达，突然一辆车呼啸而过，你都没来得及看清楚那是什么车，但是对于他那套尾灯你是念念不忘。那扯了这么多呢，我们不如再来聊一聊这台车素车的一个感觉。首先高尔夫啊，不管是 GTI 也好，哪怕是高尔夫 R 也好，都是非常好上手的一台车。原厂已经有200多匹的马力，然后呢你在调到 S 档之后踩一脚油啊，这台车的扭矩爆发呢，不会像现在的小排量涡轮特别早的就给你爆发出来，基本上要踩到2500-3000转之后才能感觉到一股明显的推背力。但是呢，这种动力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掌控，但是你不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动力，对吧。你像高尔夫7已经在5秒内了，那奥迪 S3 就可以更快，但是它这种独特的机械质感啊，
我觉得是其他的车型所代替不了，对吧？不管是这个炮筒的仪表盘，蓝色的指针，还有这个转向的紧致感。然后呢，这一台车搭载的是六速的湿式双离合，那这一台是 DQ250 啊，这台车其实有比较密的齿比，而且是强化的变速箱版本，所以其实是很适合改装。所以说人家说嘛，买台高尔夫 R 不改不如推下海，这倒是真的。如果我现在花了20多万买这台车，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它改到自己想要的状态啊。怎么又聊改装啊？大家回头聊一下原车的感觉。其实很多人呢对 DSG 有偏见啊，那其实这一台六速的双离合啊，真的可以说是这辆车里最好的双离合。因为不管是它换挡的凌厉感，不管是日常的平顺度，我觉得都是没有任何问题。但你说这台车的乐趣难道就只是绷直线吗？对吧？那都是十年前的小孩子玩，像我们这种车不可能绷直线。其实现在很多人去黑大众啊，我觉得也有他们的道理，对吧？因为确实有一些不太好的表现，但是在当年，真的，8年前，你走进进口大众的展厅，那个时代车，每一台都是好车，不管是途锐，对吧？尚酷，第六代的高尔夫 R。所以想起来呢，虽然科技在进步，其实汽车的机械魅力啊，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阀值。我觉得啊，在今天你开着这一台接近10年前的车，依然能找到现在的车不能给你的快乐。其实你看到了今天啊，不管是奥迪 S3 也好，或者是奔驰的 A35 也好，更厉害，零百更快，科技更高的小钢炮陆续也出现了。但是我们还是特别会怀念啊，以前被这些高尔夫 R 啊、福克斯 RS 操掉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只有那个年代才是最好的年代。很多人说大众就只有一部车，它的名字叫高尔夫，那其他的车型呢，只不过是高尔夫的拉皮罢了，可见高尔夫对于大众的重要性。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第六代高尔夫 R， 也是我觉得颜值巅峰的一台高尔夫。作为国内第一台引进的高尔夫 R， 很多人对于高尔夫性能版的认知就是从这一台车开始的。想想那一年我18岁，如今我都已经28了，但是这一台 MK6 一点都不显老。那第六代高尔夫的灯啊，真的让人非常的着迷，两个圆形的灯组炯炯有神地瞪着你。随后呢，还有3个大尺寸的进气格栅，旁边呢是有一个小小的阿标的点缀，是不是看上去都非常的让人兴奋呢？啊，不过黑色的外后视镜还有车顶上的天线，都是告诉你这台车不好惹。来到侧面之后呢，我们能够发现啊，高尔夫的原厂悬架就压得非常的低，离地间隙呢也是非常的小。值得一提的是，六代高尔夫这个5幅的 Talladega 的轮圈是非常非常的经典。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众啊历史上最漂亮的原厂轮圈了。来到车尾，请大家记住这个双摇型的尾灯，真的开起来可能你就看不清楚它了。随后中置双出的排气，思域看到它都要绕道行驶。看多了改装的高尔夫 R， 随后看一下原厂状态的它，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接下来就让我来为大家演示一下一个女生如何优雅地坐进运动型的桶型座椅。
坐进了这个座椅，就像坐进了 F16 的战斗机，身体的每一寸肌肤都被紧紧的包裹着，随时准备去战斗。我就觉得有点卡带。握住这个小小的三幅方向盘，脚下踩着金属踏板，看看蓝色的机械指针，300的表底，应该是所有大众粉丝的终极梦想吧。中控区呢是没有大屏幕的，满眼都是实体按键，让人倍感安心。再来看看这一根长长的手刹，久违了的机械快感，你们小年轻是不会懂的啊哈。当你不知道要买什么车的时候，那就买台高尔夫吧。虽然第八代高尔夫R可能是无缘国内了，而且第八代 GTI 的 EVOS 发动机还有 LSD 在国内也是被阉割了，但是呢，每次在路上看到 GTI 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多看一眼，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它比较高级吧。感谢收看本期闲车，我是 Elba， 我们下期再见喽。